靠，同学穿这样，天气那么热，以为还在变装舞会吗？从来没有在一中看过这么蠢的蠢蛋哎！大热天穿这样，还这么没质感的破布。哎呦，我穿这样都比你好看太多了啦！啊，真的，怎么有一种他们那么蠢的蠢蛋啊？啊，这群白目的一中生，看怎么对付你吗？龙王实在是太强了，连我都打不过。我们只好将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我们优秀的这个勇者的身上。